より日中の学生100人で作り上げる僕らの日中友好アット北京歌の力心の力の活動報告会を始め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尊敬的各位同学、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100多中日学生共同制作的我们的中日友好活动报告会即将开始。是否让你迷茫？可没有谁有固定的形状，只要你打开曾经闭的心房，我愿同你一起寻找幸福方向，哪怕是我心里话无法向你表达，梦想也会插上翅膀带我们走向远方。